喂，喂，系，系，喂，听唔到，喂，听唔到，喂，唔同你讲住，做 show， 转头打俾你，好，系，喂，喂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哇，点解我哋 I Love You Boys 会出现喺林一峰嘅音乐会度咧？咁样，咁啊，好明显咧，就系一峰佢冇朋友啊，其实。是是真的，不要笑，因為我們查看今天的嘉賓方面全部都是跟他有些關係的，林如今天就很忙，但都抽空出席的這位朋友其實就是今天這個音樂會主辦機構那一間唱片公司的人來的，他就是關心妍這樣。那傅佩嘉呢？Seventeen 呢就是林一峰的兩個妹妹啦，咁樣。咁啊，有意非聞咧，就係同埋阿一峰咧一起朝拜呢一個人山人海呢個教嘅。係，好怪喎呢個教。呢個教叫明教啊嘛，黃耀明主子噶嘛呢個教。你知唔知呢個教咧好奇怪？我見過咧人山人海嗰個拜山小姐，你知邊個啊？阿 V 記同我唔識講廣東話嗰個陳珊妮咧，佢做 show 嘅時候咧，有冇見過 V 記咧？做咗一 show 咧，自己喺度上網，有啲電腦喺度整上網啦，跟住攞啲邪棍出嚟咧，搞嗰啲怪聲，呜！嗰支唔係邪棍嚟㗎，嗰支咩啊？神棍嚟㗎。好勁噶！搞啲神棍音樂係嘛？啊，仲有一個就有意非聞嘅，佢係突破地球史上咁多 artist 咧，佢係唯一一個坐響地下跳舞嘅女 artist 嚟㗎。頭先睇過啦，係嘛？好正，同埋咧，冇人聽到佢講啲咩話，佢連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講緊啲咩㗎。你頭先又奇怪嘅話，佢講啲嘢根本冇人聽到，你係識笑嘅嚇，咁得意嘅咧嚇，真係。啊，今日咧有好多嘅朋友嚟到呢度，我見佢哋咧報以呢個奇怪嘅眼光，因為咧我哋始終都係偶像派嚟嘅。係嚇，真係嚇。咁但係偶像派同實力派都有個共通點，就係大家咧都好中意貪靚，好中意做 gym 嘅。我哋同一峰都一齊去健身咁樣嘅。係佢介紹我入會㗎。係啊，係啊，舒適佬啊嘛。佢有嚟啦，嚟啦 ，join 我哋嘅 team 人啦。好正。係啊。有一次咧去做 gym 舉緊鐵嘅時候咧，一峰咧突然間走過嚟。嚇係咩？喺我耳邊嗰度講咗一句説話。講咩啊？唔係啱，但係我哋係除咗衫去先做 gym 嘅。我哋俾呢句夜晚黑先講佢同我。係。我俾鬼砸。俾鬼砸！嗱，一般人咧俾鬼砸嘅反應就係嚇嚇，我俾鬼砸啊！但一峰嘅反應唔同，啊啊，我俾鬼砸啊！耶！好古怪，但係咧呢個都唔古怪，最古怪係一峰，佢咁細粒仲走去做 gym， 咁啊成身肌肉咪影到佢更加矮咯。你都得五尺啫嘛，你做咩啫？你都越做越矮。昨天有人看完那場 send email 給我，啊，你的枝，不是，你的條頭髮真的長很多，我先度一度，咦，真的是長很多咧，那你又做枝，不是，那我覺得一峰其實不用搞那麼多東西，他這一支吉他，穿件 T-shirt，牛仔褲，每一個歌手開 show 唱歌給大家，是不是？是，是不是啊？是吧？是，不過香港不行的，因為香港出唱片做歌手都怎樣都要搞一些形象的，今天大家其實可以幫忙想想，其實他有什麼形象適合他。不如 hip hop look 陳小春 look 得唔得咧？林一峰 ，Yeah，Come on，Yo Yo，oh， 但係嗰啲富婆大就好似著裙咁咯喎，一峰仲矮我，冇啦。啊 ，Edison 陳冠希得唔得 ？Edison 陳冠希好啊，好靚仔啊，因為不過陳冠希得唔得？因為陳冠希咧，佢嗰條命真係命嚟嘅，你哋嗰啲唔係命嚟嘅，知唔知啊？你哋嗰啲唔值錢㗎，人哋嗰條命幾億嘅值，著對襪都幾萬蚊啊，買得起啊？那些成乜嘢？同埋啊，如果林一峰有錢買啲名牌都做碟啦，佢啲碟幾千蚊搞出嚟，你成百蚊買佢嘅碟啊，唔係話？咁啊，邊個好咧？諗到今日嘅嘉賓嗰個形象都可能啱佢，關心妍嗰個 look 啊，關心妍好，因為關心妍同我林一峰咧都一樣，好中意著啲緊身衫去 show 啲胸肌噶。咁要大家都係有胸肌先 show 到嘅，的確。哦，但係哎 ，sorry。係就關心妍啦，唔係啊，啱啱收到消息啊，原來關心妍哦係女人嚟噶，我唔知啊，我唔記得咗林一峰係男人啫 ，sorry 唔好意思。咁點算好咧？其實咧，我覺得你唔使諗得咁辛苦啦，因為我自己其實諗咗好耐，我覺得咧林一峰最適合就係 T 恤牛仔褲，咁啊搞掂噶啦，係嘛？啱唔啱啊？
嗱，講咗啦頭先，啊個個都支持我啦，多謝曬。天生牛仔付唔使搞咁多嘢，因為佢都係以歌會友嘅啫嘛。佢好多首本名曲大家都知㗎，例如一首真係大家真係耳熟能詳、家傳户曉，由少爺尖填詞嗰首《十九》咧，哇，好好聽啲歌詞，我每一次聽我感動，我淨係流眼淚。每次聽咁好啲歌詞都填到啊，大佬。幾好幾好幾好，不過咧。少爺尖隔離有個 partner 叫 Donald， 有一日咧，我都知佢咧就為阿林一峰嘅呢一首《十九》寫一個新嘅版本。咁呢一首歌亦都將佢變成合唱歌。呢一首歌咧改咗名叫做《六九》。有冇同你合唱過呢首歌啊？佢有邀請我，但我話唔使客氣啦。暫時嚟講，暫時冇呢個需要。但我知佢同好多人合唱過呢首歌喎。是啊，唱起上嚟都津津有味添喎。哦，我見到有位朋友叫做Mr. Robinson 嘅，喺度啊，嗰度咯。哎，仲有另外一首咧，你一聽就喊嗰首咧，又話好感動你，好touching嗰啲咧。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咧你有聽過啦？最好的雙眉內諗，有啲人一聽就喊啊，話冇乜傷心嘢都喊嗰首咧，你哋好中意噶嗰首。但係其實咧，一封寫呢首歌未有歌詞嘅時候咧，就即係自己哼啦，將一啲生活嘅點滴，佢自己嘅私人生活放入去。我聽過一個 demo 嘅喎。哦 ，demo 嗰啲歌詞有聽過，係咁唱嘅。最好的用力內。是有埋動作的，是啊，用力來。跟住佢話，通常唱到呢個咧，因為有啲動作做咧，做唱唔到嗰個音出嚟嘅。係啊，係啊，好奇怪。啊，咁啊，其實咧，今日一封叫我哋嚟到呢一度嘅任務咧，就差唔多，因為我哋即係出嚟俾個機會佢換衫，但係我唔知道換幾耐咧，換嗰啲緊身衫換幾耐，即係換嚟換都換嗰啲緊身衫啫嘛，係咪先？係咯，成日都係嚟嚟去著嗰幾件嘅啫嘛，你哋想唔想出翻嚟啊？俾熱烈啲嘅掌聲好嘛？我換咗咩隆重嘅衫出嚟咧？林一峰，兩件事。點解要著緊身衫？因為我細個開始著到而家，我念舊，我唔捨得抌我啲衫，我真係睇咗。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俾鬼賊啊！因為我冇做虧心事，所以冇似你咁嘅。好啦好啦，咁啊，知你呢一個演唱會咧，都係即係好簡單啊，啲吉他啊，唱下歌啊，幾千蚊做嘅碟出嚟賣成百蚊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日咧，大家買飛嚟成幾百蚊咧，點都要攞翻啲嘢走噶啦。就係咁嘅。阿 Sam 演唱會咧，就請咗佢啲仔做嘉賓㗎。你係觀音谷啊、懷恩啊嗰啲。點解你唔揾你啲仔仔做嘉賓嘅？喂，你咯。你好多仔仔，幾仔仔？我哋今日有阿 Sam 嘅豹紋袋送俾大家喂。係啊，正啊喂，有問要豹紋袋啊喂。仲有豹紋泳褲啊！呢、這個不如送佢你啲底褲出嚟啊！泳我送我底褲，我送我底褲冇人要，送你嘅底褲先多人要啊！大佬，哇！睇下六嚿腹肌先。喂，好啊，林一峰揀個仔仔上嚟送個豹紋袋俾佢先。有邊個想要舉手啊？係仔仔嘅舉手，揀個靚仔豬豬先。仔仔，開一開 house light 好唔好啊？睇唔到啊！你唔係記者嚟㗎嘛？你買飛㗎嘛？好啊，上嚟啊，上嚟，上嚟！哇！哇！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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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有型啊，你個頭！哇！好，送呢個豹紋袋，阿一峰送個豹紋袋俾佢啦。不如等阿豹紋哥送個豹紋袋俾佢。我自己出錢㗎，呢啲衰仔。特登等你個 show 冇滿咋？你攞住出嚟。你啲人瞓啊，唱埋英文歌冇人識嘅。係，阿 Sam 演唱會咧，通常會錫啲嘉賓嘅，唔該。好，多謝曬你。好，喂，記住喺南廁嗰度留翻個電話喎。係。啊，喂，等陣間喺南廁畫畫見啊，畫啲畫一齊啊。好啦，呢個時候咧，俾掌聲，我覺得佢係全港唯一一個又作得又唱得嘅男歌手林一峰。好，交個台俾全港唯一一個又唱得又作得得嗰五尺嘅林一峰。I love you boy。Yeah.
觀眾，我現在就將你們分開成為一、二、三和四，我們玩一個人肉 symphony 好不好？我唱第一句的時候，你們這邊的觀眾跟我唱，跟著我唱一次。I just can't get you out of
怪得到呢個位咧，好似好鬼作狀咁啊！因為成日都係出嚟嘅，其實都係香港嚇。我呢下真嘅，即係以前都假噶啦。嗱，其實不過你真係要同我一齊靜心咁樣聽下以下呢一個 Thank You List， 因為如果冇咗呢一班人嘅話，今晚係唔會成事嘅。我哋先俾一個好熱烈嘅掌聲先啊！好，我是不可以錯的，因為我成日我連自己的身份證我都要留低，所以我要讀住佢。首先，如果冇咗呢一個人嘅話，如果佢唔係真係相信音樂，真係實牙實齒咁樣出錢出力，大家唔會有一個音樂會坐喺度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一起開心。呢位是樂傑成先生，多謝劉先生，我真係好感激。好感激，真係香港真係有好人嘅。咁同埋樂傑先生嘅太太梁子珊小姐。其實咧，我第一首嘅廣東歌咧，我真係覺得自己識唱識寫歌嘅廣東歌咧，係寫俾陳慧嫻嘅《水公主》，咁我寫曲係子珊寫詞嘅，你記唔記得啊？好誒，即係佢哋係 BMA 嘅頭號人物，多謝 BMA 公司。仲有 BMA 公司嘅同仁，因為佢哋全個個公司上下咧都好辛苦嘅，為咗今次嘅音樂會，係有 Spencer 沙哥、Ray Ray， 我嘅 Lucky Star、Marfa、就 Tina、Felix， 我最中意攬住你，應該睇下死。仲有 Betty、Peggy、Chris Thompson 同埋 Doris。多謝你哋，仲有一個咧，係啦，基本上咧，冇咗佢嘅話都唔會有我添嘅，佢就係犀利妹。哎呀，冇多件閃衫添。咁大家，哎，心照啦，心照啦，心照啦。跟住仲有咧就係我嘅所有嘅嘉賓，有葉飛文、關心妍、Ken 方樹良，同埋我兩個妹 At Seventeen。咁當然咧，仲有我嘅飛行顧問朋友 Kelvin， 但係佢而家咧已經去咗巴黎啦。跟住仲有唔少得嘅係 band members， 有 Edward Chan， 佢真係好辛苦，佢真係，唉，我都唔知點講啦。佢好似欠咗我咁啊，前世，因為佢咧即係做啲編曲又好心機啊，跟住又寫譜啊咁。多謝佢。仲有係跑哥，佢肯一點鐘起身。就跟住冇嘅，跟住就 Johnny Boy， 就 Tommy Chan， 就我哋嘅 String Players 啦，咁啊黃永老師啦，大家嘅聽到嘅小提琴全部都係佢拉嘅，基本上香港。咁仲有咧丁威、丁玉同埋 Christian， 我每一次都會好珍惜同所有音樂人合作嘅機會，因為我一個人真係做唔到太多，咁但係同人大家一齊合作嘅時候，大家就要食飯啊，咁所以咧每一次都好難得嘅。因為真的很難的，香港做，你知不知道？還有就是這個很衷心的、好好心地的傳媒，香港的傳媒朋友，多謝你們對我這麼好。還有大陸的傳媒朋友，我連碟都摸上面發，但你給了一個年度十大專輯啊、最佳新人啊那些獎我，所以我不可以不出外面。還有是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的，我知道今天有人特登在新加坡來看的。 Who's from Singapore here? This way. Thanks for coming. 還有我知道今天有日本來的朋友啊，日本人はじめまして、東京ラスク。還有幫我整頭的千子，因為平時我戴帽我又唉，真是舔氣呢，就好瀨啡咁，但係咧 ，Chingy 嘅 Derek 哥哥同埋 Will Will 啊，咁就一班嘅朋友仔咧，就對我好好嘅，多謝 Chingy， 多謝我嘅化妝啊，阿 Lu 好靚嘅佢，所以扮到我咁靚咯。咁仲有咧就係、是、我一直以嚟都唔知點解咧，真係好好彩啊！我又冇乜計算之下咧，就竟然咧有好多人全力支持我，903嘅上下。
我知道你哋好多嘢要考慮，好多嘢顧慮，咁但係你哋俾一啲多謝，唔講啦，佢哋講錯嘢。仲有 CLP 嘅朋友咧，佢哋咧就默默耕耘咗好耐，因為我成日上出好多 show 咧，咁佢哋一齊碌哇行呢度行嗰度行嗰度，尤其是阿輝啊，阿輝喺邊度啊？多謝阿輝同埋你哋兄弟們，我聽到飲多啦。仲有 now.com 嘅朋友，嗰陣時我做一個Queen's Live Show， 你哋都有嚟全力支持我嘅，咁啊多謝你哋對我咁包容啦，我喺度發癲，你哋都 capture 咗我啲發癲嘢。跟住仲有啦，嗱呢幾個人咧，你俾多啲掌聲啦。I love you boys 嘅小爺尖，Donald， 朱芬。禮禮今天做手術了嗎？沒事嗎你？哦 ，OK， 還有 Mini， 還有一個我的守護星，我很希望他今晚會在這裡的嘉希媽媽，我知道他近排很辛苦，你們給他鼓勵他。好，還有是我所有的朋友，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對我那麼好，但是就很多朋友真的對我很好，所以 我一定會留的，所以我決定一個都不說。我的朋友大家心照，剛才Selina在這裡說了一件事，不行了，我不可以說下去了。還有當然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不止我爹地媽咪，還有些很漂亮的阿姨，就婆婆今晚有沒有來？我婆婆昨晚來了，是啊，咁就以前所有唱過我嘅歌嘅歌手，今日嘅今日有到場支持我嘅支持我哋嘅歌手，我知係潘段華姐姐嚟咗，佢走咗未？喺邊度？我驚我嚇親佢老人家。我寫過一篇，唔好嫌我長氣啊！我寫過一篇嘢咧，係關於潘女華姐姐嘅一個 jazz 嘅碟嘅。佢係真係七十幾歲老人家，但係佢自己出錢出力去為樂壇做一件事。咁我亦都好希望我七十幾歲嗰陣時候可以有佢咁嘅魄力同埋良心。仲有呢兩個朋友咧，呢兩個係我嘅一切，係我嘅守護星，我嘅幸運星。她是梁經理和 Sandy 媽媽，多謝你。我再說下去我停不了了，就幫我拍很多照片那些的 PM Magazine， 多謝你。靜靜地聽好嗎？射烛光未燃亮，若爱太苦要落糖，吉他断线亦无恙，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多謝大家。多謝。各位 CL411 Music Class 的尊貴旅客，我們的音樂旅程經已順利完成，很多謝各位可以跟我一起完成這一次萬里無雲的飛行。香港現在的天氣開始轉涼，各位旅客離開醫館之後呢，請你穿多件衣服。